李小璐夜宿门爆发，贾乃亮为自己的妻子李小璐夜宿门发长文后引来无数关注。在发这篇长文之前，贾乃亮曾开过直播，直面网友对于李小璐的疑问。在网友安慰他别哭的时候，贾乃亮还回复了自己不会哭的。谢谢我不哭，我没我在苏州拍戏，送给你们。但是眼尖的网友发现贾乃亮刻意避开双眼的直视，那时候似乎眼睛已经有点红肿，网友纷纷猜测这是哭红的。